那些他爱过、恨过、拥有、失去、苦苦追求不得、奋力挣脱不得的，所有他生而为人的一切，我非但会旁观，还将亲临。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哎，冠礼就要开始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舅舅离京了吗？走了。没有旨意，我也不能去送他。滚冕应该都准备好了，快去更衣吧。卢尚书，恭喜了。玉珠九流一顶，素纱中单一件，五张玄衣一件，九张勋长一件，玉带一条。这是金带，玉带呢？上父恕罪，小人这就去找。玉带是天子和太子专用的符纸，这是禁约。那大王就治小人的最好了。君王要面朝天子，开门！指使他小表哥用一封假军报夜开宫门，置君府安危于不顾，这是大不忠。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，乃本朝大忌。姐姐只要上楼，把这讨伐檄文当着天下人的面抛下去，剩下的事我和岳丈中书令来办。找到了吗？没有，去库房找找。
东西找到了，是我收起来了。误了大事，吴内人你担得起吗？快给殿下送去，回来再处分他。仗着上夫宠他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